Burlington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前面说上了四次春晚，不过观众数说是 8 million， 有点说小了吧， 800 million、但是上了四次春晚并不重要，关键是我已经上 Burlington 春晚三回了。疫情前刚演完了啊，这一隔这现在三年过去了，来到 Burlington 特别的高兴，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，大家过年好。那么疫情期间呢，主要是因为 Burlington 没有演出啊，我只好宅在家里，用很多空闲的时间去学习，其实也有好处。平时我没有时间的这些爱好啊，学习啊什么，我想大家都有体会。这三年我们都学了不少新东西。我呢，两个大爱好啊，这疫情期间终于有时间多投入啊，一个是学习中国的古诗词，最近拍了一些短视频做诗词朗诵，你们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。另外呢，鲜为人知，我从小其实我就特别喜欢爵士贝斯。垫被子，一直想学被子，所以疫情期间也学着学着，然后开始从疫情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心想，哎呀，怎么也得想办法把我自己这两个爱好相结合吧，一边弹被子一边朗诵古诗词行不行？正好这时候呢，认识了一位朋友，在多伦多一位非常棒的这个吉他老师陈肖辉老师，我相信可能这边也有他的学生，他跟我联系说看了我的诗词朗诵的视频，说为李白的《将进酒》作曲，邀请我来一起唱这个节目。我们刚排了几个星期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呢，他回国去照顾老人去了哈，把我一个人啊留在这台上，给我拍了一个伴奏的视频啊，一会儿跟他一起演唱啊，演奏和演唱。这个节目呢，我来到这里给大家表演也是感到非常的自豪，因为据我了解，这个节目呢现在已经内定上2024年的央视春晚。厉害不厉害啊？什么叫内定啊？就是我内心里已经是这么定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大家都会说心想事成嘛啊，我心想的就是明年上春晚。好，接下来为大家弹唱李白《将进酒》，这是由陈肖辉作曲，李白填词。好 ，music please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，天上来，奔流到海，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，悲白发，朝如青丝，暮成雪。我是金樽空对月，天生花材另有用，千金散尽，哈哈，还不来。
守护关羽不足归，但愿长腿不负卿，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花马见金秋，吾儿将出完美酒，与儿同销万古愁，吾儿将出完美酒，与儿同销万古愁。希望本人们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吃好喝好，过年好。谢谢大家，过年好。